我觉得我们应该带礼物的。对啊，这样子就可以给他了。没问题。空尿说说。兔子应该郁闷，我们全部人都不见了。兔子说不来。哎，竟然航班挡住了。你看那个女生。啊，你到了，你就在那多等我一会儿，然后这边。他干嘛一直走啊？我都快累死了。그차안에계신거예요그러면小萝莉就是小萝莉，你看他会不会收吧？拍你跟他。他不要吗？都没反应他，真行。我第一次干这种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真的好累啊。带备用电池了。你说我还录吗？我手都酸了，让你帮我录录。我就是记忆卡奶，拍转头拍到了吗？嗯？想要转头才拍到。没拍到，被前面两个喊话挡住了。我们绕路吗？不管了，我走。你要不知道以为干什么？你拍一下，我这边像我拍不到了。嗯，可以了。
幸好他没穿高跟鞋，不然我就死了。他说停止跟着。那你还跟吗？啊？